南投埔里的火鹤跟文心兰进入盛产期，县政府举办行销记者会，现场花团锦簇，美不胜收。林内车站横跨月台的天桥有50级阶梯，这搭车呢成了体力大考验。为此，铁路局将要设置电梯，预计年底完工。庆祝台铁成立125周年，铁道迷用厚纸板打造了一辆大型的 CK101 蒸汽火车头模型，摆在台中车站展示是相当吸睛。相关的报道，请锁定今天6月7号的《台湾联播新闻》。